中双吟，虚无生于世之是逆运先天真一之气也。但此气不是死的，便是活的，其中有一点生机存也。此机名曰先天真一气，真一之气。此机名曰先天真一之气，为人性命之根，造化之源，生死之本，形以权之基础也。将动而未动之时，内心空空洞洞，一气浑然，形迹其理已具，故其形象太极一气也。第一是起点半边向右，两手下垂，左足在前，靠右足理胫骨，为45度之势。内手顶上颚，虎道上头，此势是揽阴阳，夺造化，转乾坤，有气机，逆运先天真阳，不为后天假阳所伤也。第二节，形意太极学。太极者，属土也，在人五脏属脾，在形意拳中之横拳，内包四德。四德者，即披风钻炮之全名也。形者，形象也；意者，心意也。人为万物之灵，能感通诸事之应，是以心在内而理周乎物，物在外而理聚于心。意指心之所发也，故心意成于中，而万物行于外，内外总是一气之流行也。